其實我一路都教了幾年電影啦，咁即係喺城市大學裏面，咁我就覺得其實越嚟越覺得電影就真係唔可以就咁教，即係唔係話就咁喺課堂裏面學到嘅，即係甚至我有時會覺得電影係冇得教嘅。我覺得電影係點咧？即係電影其實係一個經驗嚟，即係一個互相感染嘅經驗。咁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好多時候我同啲同學都係分享一啲電影啦，分享一啲我睇過嘅電影啦，分享我拍過嘅十幾部電影嘅一啲技巧啊，或者一啲經驗啦。咁所以我就一路都有喺報紙專欄啊，或者喺我自己嘅 blog 裏面都有寫一啲，即係我點樣睇電影嘅一啲經驗啊，或者睇到一套我鍾意嘅電影，我又會寫低啊，或者一啲我見到有啲同學有一啲學習嘅過程裏面遇到一啲問題，咁我又覺得好似幾有趣，我又寫出嚟咁樣。我甚至覺得電影其實係可以同好多社會啊、人生啊好多嘢拉埋關係嘅，即尤其香港呢幾年變得咁緊要咁樣，咁我就亦都將呢啲嘢擺埋一齊。咁於是就咁跟住就城市大學裏面嘅出版社咁樣就同我傾，即我同佢傾嘅時候，就大家都覺得將呢幾個主題擺埋一齊去出一本書係一個即幾有趣嘅嘗試啦咁樣。咁於是就有咗呢本看電影與拍電影咁樣。